獎金啫，即係今屆咧，如果能夠攞到獎。
攞到獎嘅話咧，啊據我理解啊，如果有錯咧，賠獎啊，你再講啊，或者佢哋有再加碼咧，你咁啊，基本上咧就如果攞到金牌咧就有500萬港幣嘅，咁、哦、如果攞到一面嘅銀牌咧就250萬港幣，咁啊如果攞到銅牌咧都係150萬港幣，咁賠獎我有冇講錯啊？你一定是講得啱啊，專業的嘛。哎呀，我想你講錯啊，我想你講你加碼啊嘛。不過即係你咁講咧，其實有很多界外的效用，即係除了劍鬥鬥嘅，即係你師兄好友啊，即係對成個劍擊嘅行業咧，好大的幫助啦，鼓舞。因為我好多做即係劍擊俱樂部嘅朋友，依幾日咧電話就響個不停，上網 enquiry 響個不停，因為好開心見到香港運動員做得咁好，而鼓舞到好多小朋友去學劍。我成日巡好多學校，佢哋都見到話，哇、啊，好開心佢嘅展報啊，或者會畫翻啲香港運動員出嚟話，哦、啊，我希望我大個可以好似阿嘉朗哥哥或者阿康文慧姐姐咁樣。咁其實見到啲幼稚園小朋友咁去做，係好鼓勵嘅。好重要啊！呢樣嘢嗱，大家記唔記得我又似老賣老啦？2004年香港係攞一個銀牌咧，就係乒乓球係嘛，高麗澤李靜啊嘛。咁就係因為嗰年咧係攞咗一個乒乓球嘅銀牌咧，令到乒乓球咧好多新血啊，好多幼苗喺嚟到啊。咁所以而家咧，我哋香港嘅乒乓球隊咧就全部係土生土長嘅運動員啊。頭先我哋睇林志玲打得好好啊，係咪先？咁所以你睇到啊，頭先阿副總即係講得好啱，一個項目能夠有成績有效應令到我們都很願意去參加，或者甚至乎家長是特別願意咧俾啲小朋友去玩個項目。同埋仲要我哋呢兩個即係頭先提到江文慧啦，而家又有嘉朗啦，兩個咧係 role model 啊，因為大家咧除了打得叻咧，仲要一個高大靚仔，一個高大靚仔。係咁啊，好正常。今日我講好多啦，呢場俾阿總長講，我哋係一個正。是不用衝的，不用你不吃葱咩？你不吃葱啊？香港撐你啊，嘉朗！仲有銅牌或金牌爭奪戰啊！我中意食葱啊！我食啊，夠啦！我好心急啊！我最停劍啊！係咁啦，拜拜！我食啊，啲葱。我吃那些骨啊，我吃了吃那些肉咯，我吃骨啊，笨地的咩咩咩，全部都是肉的，你夠開的這個肉你吃完啦，我吃筍卡士奶，我吃骨啊，幾日冇得睇電視？揾樓揾地產，幾日冇嘢睇電視？一定揾你噶，我推介極馬按揭轉介，直接打個電話或者上網登記，成功申請按揭，可獲優惠高達7萬。抵咯！點行先會 fit 啊？嗱，呢啲啊，依家每日兩包極消脂、極效解脂、極左右運、Natural Fighter極消脂。以前$28啊，而家$50。以前$28啊嘛。所以都好想一睇奧運會攞到自己第一場勝利。國家羽毛球運輸鄧謝佩心似箭，勝出漂亮一仗，殺入八強，繼續支持。今年以嚟全程撐港隊。呢個世界唔係只得平咗或者平啲，一定有平先。我哋冇做運動。我都好想看住佢盡情勇士，看住佢需要媽媽。我醫生點都先見到幻象，或者聽我話住，不開心。上城數字媒體呈現，迎接人哋今晚10:03翡翠台。
居六集團為你提供。今日恆生指數收市係26192點。你咪唔喺度嗰啲。今日恆生指數收市係由雅居六集團贊助出。輪住買，即搶金嘅紅嘅29%純粹嬰兒濕紙巾29.93，精選韓國25蚊兩罐。輪住買，日日搶好嘢。你攞咗張皮膚點啊？呢張皮太薄啦，幫你攞張厚嘅。既然你加咗皮膚，我就唔會要你受到不公嘅待遇。感心自用，星期一晚11點 J2。Make 專家力轉發力，反勝對手。男子個人方面，全城集氣，力撐張家朗增援香港金牌第一年獎牌。今晚7點開始，一齊喺十大演唱會直播，支持張家朗。每個家姐開心速遞，會喺今晚9:09播出。1998年7月，順江洪峰經過湖北省武漢市，當地同時出現罕見特大暴雨。你夠唔夠飯啊？武漢市呢兩日已經冇再落大雨，不過受到長江上游洪峰嘅影響，江邊水位仍然高出警戒線。當地嘅政府已經封閉咗武漢市到附近地區近600多公里嘅長江航道，咁而幾條武漢長江大橋邊日咧嗰啲瞓唔着。由於台圍外嘅水位仍然高企。而家天氣熱噶嘛，天氣凍得，天氣熱啊，一設計唔得啊。仍然要涉水通過呢個連接漢口同寶昌嘅主要公路。咁而喺武漢嘅近郊，大批武警已經進駐喺多條長江嘅堤岸上面，利用沙石堆高堤岸，加強防水嘅功能。不過江水就已經浸過曬附近所有嘅魚塘。好多附近嘅農民就咁喺呢啲小溪入邊用叉嚟捉魚，收穫都幾豐富。據武漢呢度嘅氣象部門預測，未來一個禮拜仍然會落雨，不過就唔會有大暴雨，唔會再出現好似上個禮拜嘅水浸情況。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望到氣勢磅礴嘅山河景色。身為中國人，我覺得好自豪。现在是标准时间下午6:29。內地加強監管互聯網同外國嘅網絡。係啊，我琴日咧煮飯食鴨毒嘅咯，菜鴨蓋。中國一年嚟最大跌幅。中美外交官喺天津會面，中方批評美國搞鐵壁外交，我咪做撤銷制裁。咁了。真實講咗。咩？內地對當地鮑魚、賣鮑魚、蝦、蟹。恒指急射過千點，錄得超過一年嚟最大跌幅。
內地先後對科網同教育行業以至樓市加強監管，市場拋售相關股份，恆指低開近500点之後跌勢逐步加劇，美市大跌過千點，收市報26192点，跌1129点，成交較上個星期五急增92%，有2682亿。經互聯互通投資港股的北水，淨流出規模增加至超過63亿，連續6日合共淨流出超過230亿。大市再見到有冇條支持嘅位，或者係見到似當前嘅情況啦，見到啲北水啊，依然有個比較上面啲嘅高波情況嘅話咧，相信大市喺翻即係往後嘅時間啦，有機會可能連日過25000呢位置咧都有機會見一見。工信部表明，未來半年整治互聯網行業，科技股成為跌市災區，恒生科技指數下挫6.5%，至到一年低位。內地亦都發出指引，維護差異嘅權益，美團跌13%。騰訊跌到490元，連同阿里巴巴三隻科網股拖低恆指超過600点。海底撈預計上半年純利倍增，股價仍然下挫16%，係表現最差藍籌。公用股逆市靠穩，電能同中電升1%，係表現最好兩隻藍籌。內地要求部分課外教育機構轉為非牟利，思考樂同新東方股價再跌超過40%，齊創新低。內地加強樓市調控，恒大同融創中國跌7%，物管股亦都挨沽。滬深股市四大指數都下挫2%-3%，當中滬深300指數失守5000点。無線電視記者李寶善報道。有奧運男子花劍個人賽嘅四強咧，而家上演緊噶。見到咧鏡頭左方咧就係嚟自港隊嘅張家朗，咁啊對手咧就係嚟自捷克嘅祖賓尼治啊。而家咧就進行緊第一局嘅尾段，張家朗暫時咧就係領先緊13-8啊。嗱呢一次咧就雙方嘅頭盔咧都係著燈，咁啊意味住咧裁判要睇一睇咧究竟係邊一位劍手主動權優先嗱攞到呢一分。只要咧邊一位劍手攞到15分嘅話咧就可以啊立即咧就躋身稍後上演嘅金牌戰噶啦。其實講翻啦，呢一場嘅四強咧就張家朗咧其實個局開得好好啊，咁啊領先住3-0，之後咧都試過係領先7-2，不過一度咧就被對手阿祖賓尼治咧就追5分就打到7-7。張家朗之後咧就穩住個壓力，食飯啊！多分之下暫時領先緊13-9啊，再睇睇啦。啱啱咧呢一次嘅防守啦，咁啊嘗試去中仔對手埋後場一兩球。咁啊兩位劍手咧個身高咧都係差唔多，哇一兩個博除啦。係啊，博啲飯啊！好啦，咁啊而家第一節嘅賽事咧就將會休息一段嘅時間，之後咧就會立即就會上演第二節嘅賽事噶啦。咁可以講翻啦，其實阿張家朗咧就非常厲害啊，咁啊。上屆呢個奧運咧最好嘅成績咧就係打出呢一個個人賽嘅四強啦，但係今屆嚟到東京奧運咧，已經係突破咗呢一個成績，